今日我便要让天下长城为我殉葬，你们是逃不掉的。出去看看吧，哪怕看一眼。我迈不出这一步。司命星君求见姑姑，若水河畔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东皇钟出现异响，帝君说只有姑姑才知道如何封印秦苍。秦苍解除封印了。小仙来时并没有，但看情形已经快了。尼姑，去给四哥传个话，来若水帮我。是，姐姐。